你大老远的跑来，不会就是为了站在外边看看我吧？我今天来主要是想知道一件事儿。我把吴庆红打了，你为什么放我？警察这个活的任务，就是把事实搞清楚。至于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人民，那都是干完活以后的事。干活的时候，没想过这个，想的就是怎么把事实弄明白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掏心窝子的话，信不信由你。很好，我希望你在里面好自为之，保重身体。我等你出来，咱俩再好好理论理论。你也保重。下回要是再需要的话，老地方来找我。进来。哟，这不是小秋吗？你看，你啊是在我们这儿出的事儿，我就去医院看了你一次，我这心里啊一直还过意不去呢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办张终身会员卡。
看来身体不太好啊。有病可得吃点好药，省着耽误了。这样，先不带他做体检了，直接带他去卫生室治病。好，跟我走吧。什么病？重病。什么阶段？终身会员。王姐，王姐，我刚看见嫂子，急急忙忙的，好像有什么事儿。这样，你先过去。啊。呀，你别着急嘛你。我怎么能不着急呀？啊，小秋在哪儿？快点说。就是我们有个案子，让小秋去帮我们寻找一点资料。什么意思？小秋人呢？我想见他。你现在不能见他，他正在协助我们查案。协助查案？他又不是警察，他怎么查案？你给我说，小秋到底在哪？你们想让他干什么呀？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他确实在协助我们查案，而且他还是我们的证人之一呀。小秋不会叫你当一儿的吧？你小点声，想到哪儿去了你？我去找高思成。干什么你？你找人家干什么？人家丢不丢人啊？他关素山是局长，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当然要找高思成问清楚了。小秋到底在哪儿？我连人都看不到。这小秋也是我的女儿，你能不能冷静点？
继续盯着，我让杜鹃去换你。好，明白。好冷啊，冷，好冷啊，冷死，好冷啊。好点吗？谢谢你啊，大姐，你就是嘴上厉害，其实人挺好的。你叫什么呀？云儿。我叫你云姐吧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云姐。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一定要先观察一下，看有没有摄像头，或者是看不清楚是什么的不明物体。
让他谢谢你啊。哎，虽然你表面上对我冷冷的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得了，这哪有什么好人呢？冠军，情况有变，对方肯定察觉到我们的行动了。杜鹃，在，你继续派人监视，一有动静马上报告。是，黑虎到，你带人全副武装，等待命令，随时准备进入健身馆。是。杜鹃，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好。情况怎么样？看来小秋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，但是备受显然有所察觉。师傅，你放心，该布置的我都布置下去了。你还有什么想法？我是真的担心这个孩子他闯不过这一关啊。哥，哎，哥，你别叫那么急啊，我受不了。你来干嘛了？哥，这小秋你们弄哪儿去了呀？什么叫我们把小秋弄哪儿去了？小秋不见了。哥，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。你怎么就肯定我知道呢？去吧，干嘛去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不，哥，你说这世上哪有你不知道的事儿？你看见我好几天不睡觉，眼睛都肿得慌。你告诉我，哥，你小子不是一听说人家有艾滋病，掉头就跑了吗？哥，你这不对啊！你得帮我说话呀！再说了，我这种思想已经转变了呀。算了，什么也别问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哥，我知道，哥，你们有纪律是不是？我给你讲这个道理啊，你看啊，齐浩南是警察。齐浩南是我哥，那我就算半个警察，小秋呢就算半个警嫂，我半个警察找半个警嫂，这有什么问题？让他走。什么？让谁走？小秋。对，让他走。你不是说他肯定是警察派进来查我们的吗？所以才让他走。那姐的意思是？小秋拍摄回来的资料表明，这些都是运动员常用的药品，和毒品没有什么关联，不能形成对林默的指控证据。我拿来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，是吗？不过你已经很勇敢了。嗯，要不我再去一趟吧。嗯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没事的，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危险，也没那么可怕。真的，还是他们主动让我回来的呢。什么？你是说他们让你回来的？嗯，对啊。先一开始我要回来，他们不愿意，后来他们就主动让我回家拿钱了。他们是想引我们行动。那就更不能让小秋再回去了。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。不行，太危险。你想，既然他们已经怀疑了，这就说明很快就有结果了。我们不能放弃。时间紧迫，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师傅，你孩子，
你是不是还想回去找到这个证据？愿意。在这个破地方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。爸妈走得早，一直是你带着我过日子。从小我就给你添麻烦。哎，哥，你记得吗？是我几年级那次，放学，一帮孩子追着我打，正好你看见了。哎，哥，你当时特别特别棒。你那个海纳百川，大海无量，如来掌，啪啪！啊，什么如来神掌？那叫海纳百川，浩南掌。对，浩南掌。哎，还有你那个720度
旋风回旋踢，啪啪啪起，无敌浩南腿，浩南腿，把那几个全给撂倒了。哎，差点给你开除了。说说你啊，岁数不大，你是猪脑子啊？啊？学校开除我，你好好想想。学校可能开除我吗？啊？哪年我不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？那年年都是全市青少年武术冠军，给学校争多大光？学校能开除我？你哥那时候在那些女同学心里边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，哥，你真没事啊？嗯，我终于发现我为什么说话特别喜欢吹了。因为你比我还能吹，我随你呀，照吹。哎呀，哥呀，你不在这两天吧？我好好想了想。哎，你说。
你还想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去把人带来。住手啊！林克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！别打了！我求求你们别打了！住手！住手！你看看，你要是早点说，不就省事儿了吗？现在说吧。困住了。谢谢你的合作，我会按照原来的约定给你奖励。去吧。谢谢总经理。对了，你不是回去拿钱了吗？试试我们的新产品吧。